总动员，起死勇向前，欢迎他！接下来，我们就要揭开神秘魔法球的神秘面纱啦。首先呢，有请我们拿到红色魔法球的家庭上前一步。三号和五号家庭，对，哎，我们先来采访一下，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就觉得希望会是什么？现在就来揭开这个红色魔法球。红色，我为什么呢？好紧张。红色，红色。总用时。真好，太遗憾，太遗憾了。那现在压力都在你身上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要肩负自己的力量。你有信心得到第一名吗？有没有信心？你说我会加油，你说我会加油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坦然接受。好，那咱们重要的是参加比赛的过程。请拿到黄色魔法球的家庭出列。四号家庭。只有四号家庭。我接了啊，做好准备了吗？觉得这个绿色最好，四号是先生。那看我先看一眼。哎呀，这个绿色到底会是什么呢？减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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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色，减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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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是总用时啊，这是什么？集中。一个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是什么？一个，应该是其中一个人，其中一个床。啊，肯定是床棍。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免了。其中一个闯关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免掉，免掉，免掉。好，那我就给大家拍三二一。啊！已经躲到后面去了。我叫思想，今年11岁，我还有个弟弟。我叫思论，今年9岁。谁最适合明天的比赛？我自己。那个我都听到了，哥哥说我平衡比较强。我勇敢，我最牛。好，谢谢一号和二号家庭。下面该揭秘紫色魔法球了。首先，请拿到紫色魔法球家庭出列。啊，只有一个家庭。现在我们的六号家庭的排名是第一位，用时呢是1分40秒，目前为止是最短的。但是揭开这个紫色魔法球的神秘面纱之后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哎，紫色会是什么呢？紫色会是什么？为什么这块这么大呀？这个、对、这个，你们也发现了哈，就压轴嘛，当然要几个条都更惊喜一点、也许写的字儿会比上面还多，这会是什么呢？魔法球的揭秘会不会改变六号家庭的排名呢？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更加精彩。成人，那就是妈妈的小孩会怎么样呢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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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
咋了？是不是？那我们看一看。三、二、一。所有的魔法球都已经揭秘了，但是没有人抽到这个蓝色魔法球，但是不是都很期待呢？是是好的还是坏的呢？坏的，是坏的，因为大家都没有猜是坏的。我们猜好了，每遍考猜猜猜猜从第一，立即观看出场。红袍，这也太惨了！幸亏你们谁都没有抽的，两块不要抽，从第三块，从第三块。从第三关开始了，啊！有人猜说是第三关开始跑，但也有可能是从第三关再重新跑一遍。难道是通关以后再重新跑一遍？那也太惨了吧！那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家想不想看嘛？这次肯定是从第三关开始，因为你看。坏的增加40秒，然后乔斯还有他。好，感觉参与感挺强的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哟，你看，哎呀，大家都没有抽到这个，哎呀，没有选到这个。通过魔法球的揭秘之后呢，咱们六个家庭的排名现在有了变化。第一名依然是咱们的六号家庭，它的用时是1分40秒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那么咱们的第二名，哎，有了变化，原先排位第三名的四号家庭，在拿到了黄色魔法球，减少了30�秒之后，他们现在的成绩是2分57秒，排名第二。恭喜！好，那咱们的三号家庭现在排名第三名。他们的用时是3分05秒，是在原有的2分25秒再增加40秒之后的成绩。嗯，好，那之后的排名顺序就不变啦。